和平的钟声也在屏东万峦的万金圣母圣殿响起，响应823和平祈福日，150响钟声代表人们对和平的祈愿。释放和平歌、挂祈福卡以及和平花语的宣誓，150响钟声在拥有150年历史的万金圣殿响起，代表着人们对和平的期望。教会当讲是这个社区的中心，足济活动拢是教会办的，所以希望以后嘛是当阁继续安尼为这个和平的努力。被列为三级古迹的万金圣殿融入当地生活文化，也成为主要的观光景点。从西班牙运过来的钟很有纪念的意义，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华人最大的天主教社区，不管是在居民的这个生活上面，或者是在文化方面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每天都有游客来，万金教会在这里已经150周年了，对，然后给我们带来那个很大的幸福，我们觉得我们很有福气。走过150年的和平钟，继续敲响着爱与幸福的钟声。新唐亚太电视林美华、简静茹，台湾屏东采访报道。